是我给你们压力，是你们笨。不信请看。太花，花花世界。界定，定起来。什么？定起来是什么？我帮他们，去拿冰箱来，帮他定起来。定起来，不要。我呀，我打我自己，我打我自己。你温柔一点。来，修一个。修一个，我修一个，我啊，我先修好不好？主持人，主持人，我觉得你跟小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每次都好怕你过去。对啊，我怕那个气压差住了。他这个东西到现在拍子还打不准。对，我很奇怪。看他的眼睛，他玩一玩就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先休息，好不好？笑的。来，先抽主题。 其实玩起来还蛮好玩的哦，玩蛋，好紧张，我给你换。干嘛？你为什么？我做万一你，我做球给你啊。对啊，干嘛什么？他又不会害你，我们是同一国的，又不是小钟。法哭，哭哭。他今天一直在勾引洪都拉斯。哦，他来我频道。收到了题目是他的发通告，需要用手做的。什么意思？手，做了滑手机啊。 对不对？很多啦，比你要想到什么运动，那么抓痒啊，哪根你要做比较A一点的给宇文姐，她就会接到。不要用到手的事，来请抽。来，哪一个幸运的朋友？不要我，幸运的朋友是不要。第九位，洪哥。哇，你要我就知道，哇，好，接下来来不及了，就这样。来，好，先不要用手，我你要记得，待会我要做。手会做的事情，真的不容易，比较来，准备。 接龙table指定版，Ready Go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苗栗，栗子，子曰，约会，会期货，货色，涉水。 色水，色脸色嘴，不是那个色，拔山涉水，拔山涉水的色，那个是色，没有卷舌啊。我这一队，这样怎么会赢呢？三个不一定，还没有，哎，他们小众也是丑两次，他们就一个小众，我们有你们三个，他们这两个，还有一个是谁？还有一个很我。 队长，队长不要定义太早了，真的吗？这样不行，你队友泼冷水不好。我们是 teamwork 哎，我谁跟你 teamwork？ 他是 teammate 哎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一想射，一想射，他说射嘴。射脸呐，可以射脸，射脸呐，是同一个射啊？不用，不用，那是射，那是哦，橡皮筋啊，是那个射。语文正常一点。 准备好，来，接龙table指定版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合欢山，山水，水，哒啦，四个小葱哥，就剩下你还活着了。 谁酷啊？我们有一个小钟，不要沮丧，他们有四个。他们越来越多。来，新的一年，从你开始。何妹怎么了？再挂我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放心，接龙table指定版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暖暖包，包子，紫菜，菜花，花椰菜。 菜篮，篮球，球具，具体，体面，面包，包子，讲错了，我就知道，他讲的什么词我就知道，他讲包什么包，他讲一定讲包子，包心菜的。 包工都行哦，包活头，连接都没接到。好了，算我们输了哈。还有，别的不要这样，连接都没接，我们也才得一分。对呀，不是一分的问题，我们第一 round 就录了八遍，连活动。
难呐、啊！别炒了三次，我们这边胡乱难，一次把丑都用完了。到下一题，来第二题，换位置，就到下一题。我先换位置，换位置，你先下去。拜托拜托，我们先打铁，怎么了？我们三剑客，你满意吗？换一下，换一下。来，你最后。等一下可以讲话，危险！大家完全没有讲话，我第一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好，这样好。这边压力好大。来，请抽题目。来来来，糟糕，坐到小众的位置。火锅料第二次出现了，火锅食材。简单的。第几个要回答火锅食材呢？请抽。请抽。火锅食材真的简单哦，你学他们就好了啊。嗯，对。来。哎，这个，我们里面是都这张，都是个数字吗？没有别的。哇，都跟着哎。语文我刚有写啊。怎么火锅？你们看火锅料是配第九个。火锅料是配第九个啊？对，六七八九何宇文啊，宇文姐，哇，哦 ，OK， 好，就你了，三文题错的话，来，来来，准备，我觉得他们到不了，接龙 Temple 指令版 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急诊室，室外，外场，场内，内人。人妻，妻子，子曰，约书亚，亚洲，周列各国，国民，民国，国外，来了，外国，国庆，庆是人，他外就错啊，国外，外国，国庆，国外。然后你写什么？庆人，庆人，庆人，我想错了。怎么那么慢？算我们输了，不要录。真的啦，我不想去了。那个，你要说什么？什么列国？周游列国啦。你想周游列国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啦。周游，对啊，周联各国，周游各国，周，你刚周联各国，周联各国，周游列，周游列，你要不要去周游列国？你身为领导，要让我们放松一点。是我给你们压力，是你们笨。对，好要元旦了，大家的气氛啊，尽量融洽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人们，一年刚开始啊，好不好？哎，现在真的不求得分，只求你们可以接到那个，对，有到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我们手上现在掌握很大，到到一点，到一点，来啦！我要在想，我要怎么接给他？那没有，他会有，你不要，你不用想那么多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蛋糕啊，生香。哎，我们还没有输哎，他们也才一分呢。生鲜，你觉得我会赢吗？会啦。很难讲，很难讲啊！不可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？是第三 round 吗？第三 round， 两 round， 两 round。三位长，反正可以了，何美下来，何美下来。Yes， 对。要不要动？我觉得还是你休息啊，精神也有。我休息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也没下。他一上，新年，好像那椅子有电一样。哪有？你看我哪有这样？杨婆婆一样，气人。对，你们答应我都是这样，奇怪，这是这样还远。你弄合理了。领导者，你温柔一点，你看我们表现会不会变好？你说，你如果你说乖，你们待会要好好的表现，我们是需要呵护，我们需要鼓励，正向的力量，新的一年，你鼓励在地责备，完全被随便做，随便做，随便做，高兴坐哪坐哪，留给我一个就好了。你要第一啊，女生一三五啊，那我第一个哦，好，你愿意吗？我可以做，你看他变好了，我没有话说，好了，他已经，也许这样子会有奇迹哦。奶哥放弃了，不，奶哥，我要直接会打他。来，准备，来抽喽。抽到的主题是新的题目，新的题目，新的题目，新的题目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比较，奶哥就挂掉，很难啊，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了。对啊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歌名。哦，看在那个愚人的黄泉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各位。只要抽到九号，九号，下一个单元。因为哪个知道的歌名大概只有十几二十首，有红鞋女孩啊，吗？对啊，红一定会有办法接到红。红，哎，彩虹是九的话就可怕喽。这邪门了，我跟你讲，邪门。我们今年没那么好的事情啊，不可能了。十，差一点。何美，何美对的。可以，何美，他够歌，他够歌，何美很强啊。
啊，什么歌都有，真的，能够接到爱最好更情。第十位哈，第十位，好，对，接龙 Temple 指令版 ，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何宇文接，澎湖，湖瓜，瓜瓜落地，地上，上学，学校，校花，花名，名牌，牌子，紫菜，菜花，花花世界，界定，定起来，什么？定起来是什么？我帮他们，去拿冰箱来帮他定起来。定起来，定书机啊，定书机啊，定起来，定过呀。你打我自己，我打我自己。你温柔一点，你温柔一点，你是领导者，领导者。真的吗？真心话。不要，你领导者温柔一点。不要拖了，不要拉我。你温柔一点啦，对我们不好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你们真的。我们真的，我们每一段都还有接到，你们连接都没有接到哎，连拼牌都没有，拼牌都没有。也赢，我觉得这个今年是个好兆头啊，起码要玩到听牌，再次再次，我们陪你录到听牌，我们陪到底，真的再次再次再次陪到底，你们是想看笑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啊，然后得分嘛，是，没有新单元玩有关的朋友看也是应该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定情都可以。定型都可以，定型定单都可以，定位定单，定起来，定多少？定起来，要定起来，喝饮料定起来，定起来这首歌，定起来这首歌，准备，接龙 Temple 指定版 ，Ready Go， 何宇文杰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霓虹灯，灯红酒绿，绿灯，灯光，光线。现在在这里，不要玩了，太烂了啦！真的太烂了啦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电影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当地司机，打完了，再见！不要玩了，好不好？好累哦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线条条理不是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都中，五个呢，全中。哎，奇怪，我这个单元怎么会这么差？我也是，我第一次玩，我没有那么差过哎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没有做很好的示范，我们很抱歉啊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一切从零开始。大家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1-0，陈晨正获胜。